Hello，欢迎轩怡，这已经来到我们的舞台上了。我们很多粉丝宝宝已经期待了很久了，一直在我们评论区里面说轩怡，轩怡在哪里，赶快出来。要不要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好哦。 Hello， 各位美帕的粉丝宝宝们，议员们，大家好。今天是元宵节呢，那我先祝大家牛气冲天，今天团团圆圆。哎，是的，今天刚好是元宵节，来到直播间和我们的美帕的粉丝宝宝们，还有我们轩怡的粉丝宝宝们一起来过这样一个元宵节，就感觉很热闹，然后呢也有一种团圆的感觉，让粉丝和 idol 有了一个团圆饭的感觉啊！所以来到直播间，各位粉丝宝们要干嘛？多多点赞啊，多多点赞，多多关注，并且支持我们轩怡的呢，可以在我们评论区赶快刷出你们欢迎轩怡的口号。那其实轩怡你知道吗？我也是你的粉丝之一啊？是吗？你知道你之前在101的时候，我就一直有在帮你投票，三年前了耶。对对对对对。然后包括前段时间《斗罗大陆》，前两天我才看完。哇哦！然后之前我们不是过年的时候《斗罗》就上线了嘛？然后中间有几集需要超前点播，然后就每天就点播，每天就在点播去看。哇哦！那我要送什么礼物给你呢？给你，那我就送我们的美帕。喷雾大礼盒是吗？天哪，今天刚好就是轩怡给大家准备好的这个喷雾大礼盒，并且今天也是有一个超便宜的价格给到大家。今天有一张轩怡为大家准备的130元的优惠券，在我们的详情页面当中，大家可以点进详情页面去领取这张优惠券，然后就可以通过399元拿到两大瓶以及两小瓶，合计三大瓶的量。哇哦！这就是你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大礼盒啊，太关心大家了，简直就是元宵节大型宠粉现场啊。那相信呢，我们后面也会有更多的福利给到大家，所以呢，各位粉丝宝宝们一定要在我们的直播间多多刷屏，多多刷屏啊。那刚刚看完的这个《斗罗大陆》，说实话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后面还有哪一些即将上线的作品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即将上线我觉得大家都应该知道吧。嗯，知不知道？知道吧，知道吧，知道吧，可以在评论区刷一刷。世界什么啊，看评论区啊，相信会有答案的啊。也是很感谢我们粉丝宝宝们一直对轩怡的一个支持。说实话我真的很喜欢斗罗。哇，因为你在里面演的小五很可爱。最喜欢谁？那肯定是小五姐了呀，怎么可能不喜欢小五姐，对不对？不然的话我怕小五姐说要打架吗？ OK， 一会儿我们出去打架。害怕了害怕了，这个不行啊，我们还是要先把福利给粉丝们送出去啊。好嘞。那也希望大家多多去关注轩怡，更加期待轩怡后面的作品啊，相信以后也会有更多的作品啊来到我们的这个视线当中给大家去看到。同时今天我们的礼盒也为大家准备好了，那我先不多说这么多了，先给大家来一波抽奖好不好？哇、wow ！前面我就一直在给大家预告说今天轩怡，对啊，就很干脆啊，来到就送嘛。今天我们也说了，轩怡给大家准备了亲笔签名的明信片，我这边有准备到笔和明信片，现场签名哦。哇、wow ！现场签名啊、哦，大家可以看一下、哦。我在哇什么？我自己签，我哇什么？我觉得就是你要送给粉丝，你也很激动。Okay。 这是一个元宵节的礼物给到大家嘛。那要告诉大家的是呢，今天一定要在我们直播间点击关注，同时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出去，也要去把我们的这个店铺页面的一个会员中心去注册成为我们的会员，才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哇！ Wow。天哪，这么快就签好一个，就在我们说话期间就已经签好一个了啊。那这一轮呢，我们会给大家抽到五张明信片啊，所以现在需要大家来刷屏咯，一定要刷屏，我们通过截图的方式去抽奖。怎么样刷屏呢？那现在大家就直接把对轩怡的祝福刷在我们评论区。来来来，赶快把祝福刷在我们评论区啊，有什么祝福赶快刷起来。嗯，很细心啊，签完都要吹一吹，防止去蹭到。是的。嗯，要完美。你是觉得这个签名签完以后要把这个爱传递给我们的粉丝们，所以说我看到轩怡这个签名有一个很细心的地方，他会把这个心画得很圆。是的。我们要不要给大家先展示一下看看？先展示一张。来，先展示一张看看，看到没有？真的很大很大的一颗心，有没有？很大很大的一颗心啊，简直了，就是把爱送给粉丝了。那我们刚刚也说了，只要把祝福在我们评论区打出来，我们就可以去给大家抽奖啊。看来我们轩怡果然是霸气宠粉啊，所以各位粉丝宝宝们赶快刷屏刷起来了。稍后呢，我们会倒数几秒钟，然后去给大家抽奖。我看到还有很多人没有关注我们直播间啊，一定要关注，因为今天抽奖呢有一个先提的条件，就是要首先是轩怡的粉丝，然后其次是关注了美帕的直播间，然后就是注册成为美帕的会员，就这三个条件满足了就可以。这么简单，大家不还赶紧赶快行动起来呢？是的，这么简单，大家赶快去行动起来。我刚刚看到很多粉丝说，轩怡好好吃饭，大家很担心你啊，可能是看你最近又瘦了吧？啊，是吗？没有啊，我胖了耶。
但是看上去真的很瘦啊，现在啊，多吃一点，真的要多吃一点。多吃点，好。并且人家都说每逢佳节要胖3斤，你这刚过完年，这今天还元宵节，我真胖了。那好，继续吃，今天元宵吃10个。好，可以吃10个，可以。好，那我们先把这一轮的奖品给大家抽到。这样吧，我们让轩怡和我们一起来倒计时，然后我这边去帮大家进行一个截图，到时候来看看是我们哪五位幸运的粉丝宝宝成功获奖，好不好？来，一起3秒钟。嗯，好，3、2、1，截图。哇塞，已经截到了5位哦，估计是一整瓶。哎，哇哦，差2位，因为刚好我们有一位粉丝宝宝没有关注。然后这一瓶我们截到了4位啊，那第一位是我们的这位 Jessica 啊，第二位来轩怡告诉大家第二位是谁？梧桐酿酒啊，然后还有第三位是天天开心哇1314。哇，首先恭喜我们这3位粉丝宝宝啊，给你们看一下我们的这样一个截图，因为第一位我们的这位粉丝宝宝没有关注啊，就很可惜，很可惜。那我们会再给大家补2位。好嘞。还有2位的机会，所以在我们直播间祝福的刷屏不要停，好不好？祝福的刷屏不要停，继续去给大家抽奖了。来，再一次。好。来。3、2、1，截图。哇。哇哦。好奇吗？我先不给你看，好奇吗？嗯。好奇吗？怎么了？来，看一看，看一看。OK。哎，前面2位啊。TB-0635-7957。嗯。还有一位是我们的，是小选轩最棒。哇，好甜啊！这2位粉丝宝宝，好像还有很多我们美发的粉丝宝宝，可能不太清楚小选代表什么含义，要不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小选是我的议员们给我的专属的小爱称。是的，是爱称哦。所以如果有喜欢轩怡的宝宝们，现在呢也是可以把自己的 ID 改一改，等会满屏都是小选，这样看上去也很震撼。好的，那我们这一轮的5位幸运的粉丝宝宝已经抽到了，我们会给大家送出的就是我们轩怡刚刚亲笔签名的这5张明信片啊。好，那我们叫一下就是现场的工作人员，现在赶快去把快递寄出去，好不好？快吗？快吗？没有这么着急，没有这么着急。好，我先替大家保存、okay. 啊，来揣自己兜里啊。开玩笑，开玩笑啊。好，那稍后呢，我们还会有继续有这样的一个签名照啊，去给到大家，所以大家不要着急。后面包括我们也说了，最终还有10份大奖在等待着大家。来到直播间，一定要先点关注，然后去注册成我们的会员。霸气宠粉的轩怡就在我们的直播间等待着大家啊。那我们刚刚有说到就是。我们的一个喷雾礼盒，我就想问一下，轩怡是什么时候开始就是有这样一个肌肤困扰的问题？比如说就是你是像16岁之前就有，还是过了16岁才有？其实是从我刚开始工作了之后开始化妆的时候开始。嗯嗯，前两年还好，就过了第3年开始工作，因为长期带妆，然后就发现其实皮肤特别的干燥，而且带妆的话一般都会带上12个小时以上。12个小时以上很辛苦，因为这样对肌肤的压力还是蛮大的。那你觉得就是像你这样的干皮有没有什么特别适合推荐给大家的美发单品？那当然就是我们的美发喷雾啦。喷雾啦，就是我们轩怡代言的美发喷雾，可以给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吗？其实它就是非常方便携带，然后我皮肤就是特别干燥的时候可以及时补掉它。然后可以暂时的保存一下自己的一个皮肤状态。对，像皮肤有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特别干的时候，我们就随时拿出来喷一喷，然后立刻起到一个补水的作用。并且我也知道轩怡基本上呢每天都活在聚光灯下面，光照很强，其实对肌肤表面的水分的蒸发也特别快。然后还有的时候就是光照多了，像是夏天阳光特别强的时候，会不会泛红？会泛红，而且还会脱妆。对，会脱妆，然后再严重一点可能会过敏。会过敏。没错，我们就真的会很严重的时候就会过敏，然后那个红要很久才能消。像是我们这款美发的喷雾呢，就可以帮助大家在你脸上有过敏的时候啊，然后就可以帮助大家去快速的镇敏，甚至是你脸上有一些小小的发炎，对，都可以及时的补救，然后比做一些面膜的时候速度会更快。这个相信也是轩怡在做皮肤管理的时候经常会去运用到的一件产品啊。其实听到这里我也是很有共鸣，因为我从今年毕业开始就一直在做主播啊主持类的工作，然后呢每天也是很多光。对，然后就是一坐就很久，然后带妆也很久，然后就特别有。好，送2盒。好的，我感觉今天赚了1万块啊，10万块都有了，听着就很开心。但是我相信啊，今天
轩怡要跟我们分享的不仅仅是这一瓶，单单是告诉大家我可以用它，还会告诉我们到底怎么样去用它。其实很简单，我其实有我分三个步骤。三个步骤。对，因为它方便携带，所以呢我平时工作的时候我都会在包里面携带一瓶。然后第二个分享呢，其实就是我在万一实在是皮肤状态非常不行的时候，会起红疹的时候，过敏的时候，我就会拿那个湿敷棉是吗？小小湿敷棉，然后把它喷上去，然后盖在我的就是突然过敏的地方。是，还有第三种。还有第三种呢，就可能会比较方便一些些，我会把它当做我的爽肤水来用。啊，就是化妆之前我直接喷一下，我其他也不做了，非常的方便。对，那刚刚轩怡给大家介绍了三种使用的方法，今天呢，我就会在直播间直接去给大家去展示这三种。因为我们前面都说了。都要带妆，对不对？那我脸上也有妆啊！大家看看，我现在脸上妆非常浓，然后我要拿出来一瓶我们的美帕喷雾啊，要开始上脸了。大家看一下，它首先这个雾气啊很细腻，看到没有？非常的细腻，在我们的光线下面，就像是起了一层雾。然后我直接把它喷上脸，不要浪费，不浪费，不浪费，全都上脸。大家可以近距离看一下，就是不会有那种大的水珠凝结而成，所以说不容易脱妆。那正常的我们就是距离面部15厘米左右，然后去打圈两圈就可以，然后呢你会觉得脸上特别润。那喷完以后呢，也不是说你喷完就没事了，我们可以这样去拍一拍这样去拍一拍，然后加快它的一个吸收。哎，很懂哦。那毕竟也是在我们美发的直播间待了这么久了，对不对？然后大家可以看看我现在脸上就是妆没有一点花掉，非常的完整。这个就可以在我们带妆然后皮肤又干燥的时候进行一个急救，进行一个补水。哇，这个特写镜头认真的吗？给我怼这么近啊，显得我脸很大啊，这样我会很害怕。自然打光啊，啊，还是可以的，还是可以的，还自恋了一下。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第二种方法，我们也是给大家非常贴心的准备到了这个湿敷棉，然后是用铁盒装起来的，看上去呢也是非常的精致啊。然后里面的每一片湿敷棉它还是可以拉扯的，可以拉扯，我来给大家看一下。哇哦。这样把它打开以后呢，你看可以把它拉开，然后就去贴合自己的面部。那正常呢我们是折叠起来然后配合到我们的喷雾。来，请轩怡帮我喷一下。好嘞，先把它打湿。可以多喷一点，多喷一点，没有关系，没关系。好，打湿了以后，打湿了以后我们把它这样去拆开，你想拆一层也好，拆两层也好，比如说我就拆这样的，算了，我怕妆花太多，我就拆一层，然后敷在脸上。你看我就这样直接贴在脸上，比如说我脸上现在正晒红了，我这样贴完以后，它可以起到一个快速镇敏的作用。它这个局部的一个湿敷其实比我们全脸喷起来或者是用其他的一些镇敏的作用，对，更加方便一些。相信这两种方法已经解决了大多数人的问题。那么还有我们第三种，就是直接在裸敷上面去使用。那我有时候那天我有一天啊晚上就是突然手上过敏了，我拿了一下手机，然后手上开始发痒，开始过敏。真假的？很神奇。然后我觉得我是那个手机壳有问题，然后就拿着我们喷雾就直接喷上去。哦，对，这个也是可以用在手上的。对，因为它包括一些尿布疹啊之类的，都是可以通过我们这样的方式去解决的。因为里面加入了非常多的一个法国福日山的一个温泉水，它是非常天然的一个成分，富含矿物质，还有就是我们的维生素源 B 5，它是可以去快速的去促进我们肌肤上面伤口的愈合。像是有时候我长痘痘啊，还有男生就剃须剃完以后会有一些小伤口，然后就拿起来直接喷。然后前段时间就是家里面不小心断货了一段时间，你知道吗？然后就疯狂爆痘，就是一刮完胡子就开始爆痘，现在终于又补上了，尤其是今天价格又这么优惠，要赶快补上了。那今天其实我们有粉丝到现场，你知道吗？有粉丝到现场，你知道吗？看到了是吗？那今天在我们现场的粉丝们呢，也是跃跃欲试了，因为他们也是听说轩怡今天来了，然后给大家做到这样的一个优惠，他们也想尝试一下到底是什么神仙产品啊，可以这么方便的去使用。那我们赶快请出我们第一位粉丝好不好？赶快欢迎我们的第一位粉丝，欢迎欢迎。哇 ，Hello， 开心吗？我感觉他已经非常开心了。Hello, hello, 来来来， hello. 坐坐坐。他坐哪？坐这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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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wow. 特地准备了一个位置。来、wow.。哎，我们的麦克风可以帮我们拿一下吗？太激动了，是不是已经忘记拿麦克风了？你坐好，你坐好，你坐好。来，先坐好，先坐好。对对，我们会把麦克风送上来。来，欢迎欢迎欢迎你，欢迎你来到我们直播间。可以先跟我们的其他的粉丝们打个招呼，然后呢，也可以近距离的跟我们 idol 说一说自己心里最想说的话。Hello, 我就是非常幸运的一员。非常幸运的一员啊！那有没有什么想对轩怡表达的？我在这儿呢。就是
从2018年一直喜欢他到现在也蛮久了，就希望他能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好了、嗯、然后我们就是陪伴他支持他相信他。哇、啊、很暖心。哎，2018年和我一样啊，和我一样突然 Q 了一下自己啊，就大家都是同时入圈的嘛。是、嗯、那也希望就是我们粉丝的祝福轩逸已经接收到了、嗯、是不是，然后比个心比个心吧，来吧，我们半个心是不是还在。哎，果然啊，有默契啊。那今天呢我们的粉丝宝宝来了，也是可以给他们去试用一下我们的产品、嗯、那也是我们的喷雾。轩逸是想亲自来呢还是？当然是我来啦。哇，是不是感觉很开心？帮你们开心。嗯，来了啊，来了来了来了、啊、站起来了啊。好，来，哇，来啊，帮你、哦、舒服吗？舒服。开心吗？开心。兴奋吗？兴奋。今天回家脸还洗不洗？不洗了，不洗了那打算什么时候？没有没关系没关系，打算什么时候再洗？下一次用美帕喷雾。下次用美帕喷，我以为你说下次见到轩逸的时候再洗呢。没有没有，见到他的之前还别了吧。快，你们快坐下，你们这样看着我挺紧张的。OK OK OK， 来来来。OK OK， 是不是真的很开心？很开心。是不是觉得从今天开始以后，自己的脸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况都不会泛红，都不会过敏？对，永远都是湿润的。这个是带有着爱豆的爱注入进去的粉丝喷雾啊！天哪，他的目光已经离不开轩逸了。没有，我还在看镜头。哦，你还在看，很有意思，很有意思。果然啊，专业的粉丝就有专业的水平啊。那今天用到这个喷雾，你这样吧，你先这样去拍一拍自己的脸上，然后跟我们说一下你最真实的一个触感。因为今天带妆也蛮久了、嗯、然后刚刚喷了之后呢，就觉得脸很湿润，一下子就有清凉的感觉、哎、然后也有湿润的感觉，嗯，然后就感觉整个皮肤都放松了下来。哇，那是不是见到爱豆呢全身心也放松了？别别别别别，这不行，这不行。那今天回去以后是不是要赶快就下单了？已经下单了，刚刚就在下单。哇，天哪，那稍后我们有抽奖哦，轩逸为你们准备了大礼。好好，一定要参与抽奖啊。那今天呢我们在我们的热门位链接已经把我们的这个喷雾大礼盒给大家准备好了。详情有一张130元的优惠券，你领了吗？领了。领了是不是？到手399、哦、真的很便宜，已经是一个很低价了。对，要多囤货，让每一天都感受仿佛是轩逸又帮你喷了一次喷雾，又帮你喷了一次喷雾，又帮你喷了一次喷雾，这种感觉已经笑得合不拢嘴了。那也辛苦你今天。哎，要问一下他是从哪里来的，其实我很好奇。从安徽。我从安徽过来。因为我们现在各位粉丝们，我们现在在北京。对啊，真的，我们在北京。他是从安徽来到北京，天哪，真的不远万里，抱一个，哇，好羡慕啊！我觉得屏幕面前的粉丝宝宝已经酸了，真的已经酸了。元宵节快乐，和自己的爱豆一起过元宵节，相信大家肯定是心里面非常开心。那我们也谢谢你不远万里来到直播间，希望你可以继续支持轩逸，支持轩逸，支持美帕。哇，太棒了，太棒了，谢谢你，谢谢你。那请你稍事休息，后面的抽奖千万不要错过。好，好，快去休息啊！谢谢，谢谢，谢谢。天哪，我很羡慕他啊？为什么？因为他可以跟轩逸拥抱，但是我觉得在直播间里面，我作为一个男生拥抱不太好啊，所以我就忍住，忍住，忍住。那今天其实我们来的不止一位粉丝哦，还有一位，还有一位哦，在哪里？我们还有一位粉丝在哪？快快快快，不要等了，赶快上来，赶快上来，哇，快快快！哎，有点紧张哦，好像。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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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都在上 ，Hello，Hello， 发不出来声音了，可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吗？轩逸好，哎，然后主持人好，你好，大家好，我是一个怡媛，谢谢谢谢美帕给我们这个机会能来现场见轩逸，是，特别紧张。那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对轩逸说？哇，一个拥抱直接，谢谢轩逸。哇，他真的，哇，好羡慕，好羡慕！我想想，我当时还没有做主持人，做粉丝的时候，怎么没有这种福利啊？不是，你现在跟我不是同哎，那这样我就更开心了。刚刚轩逸还说要送我喷雾，我更开心了啊！那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就是哇，真的很激动，他眼睛里面微微泛红。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对轩逸表达的爱意？嗯，其实轩逸，我们之前直播连线见过。哇，今天也特别巧，就是今天早上打开微博，看到今天刚刚好是超话签到第1000天，哦，就特别巧。然后哇，所以就是想跟你说的是，今后还有无数个1000天，
会继续支持你，然后你就安安心心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好，然后多吃一点太瘦了。哇，你看我刚刚说什么？太瘦了是不是？好暖心，我们今天粉丝真的好暖心。轩逸不要哭啊，不要哭，妆会花哦。虽然说喷雾不会化妆，但是眼泪会。你很坏哦，你很坏哦。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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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那今天其实我们这位粉丝来，他也是有着一个小任务的。他就是要和你一起过元宵。那过元宵我们有一个传统的活动是猜灯谜。OK, 那你们俩要一起来完成挑战。有信心吗？嗯，没有。你别哪个问题都说我吴宣仪吴宣仪啊。这样吧，再问一遍。Okay. 你看看着宣仪的眼睛。有信心吗？我在呢。有。OK, 现在是有信心了。那我要告诉大家，就是这一轮大家去配合我们宣仪和我们的粉丝宝宝们一起把我们的这个灯谜猜出来之后，才可以开启我们下一轮的抽奖。啊，这样，所以你们是肩负着使命的，来吧！我这个鼓斗的声音，认真吗？小五姐说要打架吗？真的有点害怕了。那好吧，今天我是来要出题的人，来吧。那第一道题目，中间是火山，四边是大海，海里宝贝多，快快捞上来，打一种食物。这个不能说吧？就是中间是火山，四周是大海，海里宝贝多，快快捞上来。我觉得你刚刚想的那个是对的。火锅，哎，可以。哦，从其实刚刚申仪说了一个捞，然后海，对对对，这个第一关过了啊，还有几关。OK,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远看两个零，近看两个零，有人用了行不得，有人不用不得行。哎，想想，对对对，眼镜，哇，很聪明哎！因为像是很多人就是不戴眼镜看不清路，然后有些人呢就是戴了眼镜开始眼花了。OK, 好，那前两个都非常快速的过关了，第三个有点难，因为第三个是偏向于字谜。啊，一口咬掉牛尾巴，打一字。到，这么快？不牛吗？对对对，然后把尾巴咬掉。到。真的是哦，聪明，真的聪明。好，接下来难度升级，我就不信你们可以真的就这么轻轻松松的过关。好，那接下来啊，我们下一道题目是风平浪静，哎，就四个字的题面，然后风平浪静，打一个地名。地名。风平浪静，打一个地名。宁波。嗯，是吗？正确答案就是宁波，真的是宁波。你们俩真的是一唱一和啊，一人一题，这么难的题目啊！我一开始看到这些题目的时候，我根本猜不出来，然后你们就猜这么快。好，最后两道题目， okay. 只要闯关成功了，你们就可以去开启马上的抽奖，买了机票，不是买了 Fallen 啊，是买了机票，打一成语。嗯，成语哦。买了机票。嗯。买了机票，买了机票，然后我们要干嘛了？买了机票我们要去干嘛？坐飞机。对，有机可乘。聪明，就是有机可乘，就是有机可乘。哎，你想啊，买了机票我们要去坐飞机，并且我们有了这张通行证，就是有机可乘，有点谐音梗的感觉在里面。还有最后一题，只要完成了我们今天闯关就通过了。好，最后一题，加油。看脸色行事，打一日常用品。日常用品。嗯，看脸色，美怕喷雾、啊。美怕喷雾。不是不是不是，精华也不是也不是。看脸色行事。嗯。照相机，是吗？你怎么知道的？哦，正确答案是照相机。正确答案就是照相机。我猜的。哇，这个真的猜太准了。这六道题目，说实话，我一开始第一遍我自己看到以后去猜的时候，我就猜出来两三个。然后你们俩配合完以后，六个就唰唰唰唰唰，主要是轩逸聪明，厉害，太厉害了，你也很聪明啊！哇，恭喜你们，真的很厉害，这就是 idol 和粉丝之间的默契，对我们也有，就是 idol 和粉丝之间的默契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成功解锁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抽奖。那这一轮抽奖呢，我们依旧是我们轩逸亲笔签名的这样的一个明信片，还是有给到大家五张啊。然后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刷屏，这一轮刷屏，我们还要再猜一个谜。哦，来，轩逸最近的热播剧叫什么？
哎，叫什么？非常简单啊，叫什么？直接刷屏刷起来啊！在大家刷屏的过程当中，我要告诉大家，刚刚呢，轩逸也是给我们的另外一位粉丝用到了我们的喷雾，这位粉丝也不能厚此薄彼，对不对？赶快来使用一下，对对对，赶快。那我就这么坐着了啊！好，来，你坐好。来享受小选的、嗯、蹲着吧啊！快别坐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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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来来来来来来享受一下我们爱豆为粉丝的服务，摇一摇摇一摇摇一摇来了啊、哦！怎么样？哦，好爽好爽，是不是感觉瞬间啊？哎，刚刚其实他上来的时候脸上有点紧张，就是会微微泛红，现在应该挺清凉。我也一样，就是我喷雾的时候，我也会很害怕，嗯、我每次都会皱脸。但是其实那个我们这个喷雾，其实它很温柔，所以不用担心这个。嗯、是，就像一层雾气扑到脸上的感觉。来拍一拍，拍一拍，拍一拍，赶快洗手。天哪！哇！不配吗？啊！配配配配配。配呢？我就坐在这儿了，你不配不配？我配不配啊？你自己啊都已经语无伦次了。那我要告诉你的是，今天啊，我们这个礼盒里面也有刚刚轩逸给你喷的这个喷雾，在我们的热门链接啊，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详情领券啊，130元的优惠券，领取完再去下单，只要399的价格就可以了。马上下单。哎，那最后一个问题要问你啊，从哪儿过来的？北京。哦，北京当地的。哎，那你的距离算是比较近的。对，我特别近。嗯，那是不是你现在等会儿就出门就回家了？也没有那么近。对，就还是要就是在直播间多待一会儿嘛，要守护我们轩逸一会儿。好，那也是，谢谢你继续支持轩逸。一定会。那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再次和轩逸见面。好，那辛苦你了，那先稍事休息。好，来，麦克风可以直接给我。好的，辛苦。拜拜。哇，我们粉丝今天都真的很兴奋啊！然后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也是给到了大家这样一个福利。刚刚我们让大家在刷屏，是不是？我们的一个抽奖还没有抽。哦，对不对？答案全对，答案真的全对。哦、我要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得去关注我们直播间，并且去注册成为我们的会员，才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嗯、那这一轮呢，我们依旧是由轩逸来帮助我们倒计时啊，我们来去抽到五位幸运的粉丝宝宝，来送上我们的签名照片。准备，3、2、1，咔嚓！来看一看。哎。哇，有一位粉丝没点关注，哇，好可惜，那就没办法了、嗯。好，第一位是我们的酷扛的果粒奶昂，嗯，是的，还有第二位满堂爱你，还有我们的第三位，我没说你别乱说，是的，你们的答案都是正确的，就是我们的斗罗大陆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截图，中间有一位粉丝宝宝呢，因为没有关注我们的直播间，所以就不能拿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福利。那我们说了是五位，还可以再补两位啊。好，我先把这张图存起来，稍后大家去兑奖的时候就有迹可循了。哎，好，那我们要辛苦轩逸再来给大家倒计时一次。3、2、1，咔嚓！我还带了一个人工配音啊，来看，哎、okay ，答案全对，真的答案全对。哦吼，那上面这个就是小姨918，嗯，然后第二个是贝贝的。是什么？哦，上面这个也是吧？贝蒂的小宝贝。是的，是的啊！恭喜我们这两位粉丝宝宝，小姨918，还有我们的贝蒂的小宝贝，这两位粉丝宝宝啊，加上我们刚刚的两位呢，一共就是5位，已经帮大家抽齐了。但是没有中奖的粉丝宝宝也没有关系，因为稍后呢，我们还有更大的奖品在等待着大家啊！所以来到直播间里面，一定要记得去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并且注册成为我们的会员、嗯，然后才可以去获得我们这样一个中奖的机会。同时呢，今天轩逸为大家准备的我们的喷雾礼盒已经上线了，在我们的热门位链接给大家准备好了，里面还有我们2瓶正装150毫升的喷雾，还有2瓶75毫升的喷雾，就相当于是一瓶放家里，然后一瓶放在工作地点，然后像轩逸平时要肯定要跑来跑去，然后75毫升的那种小瓶装就可以随身携带。对的，就随身携带，然后装在包包里面也不会显得特别大，特别占地方，对不对？是不是？赶快啊，要去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并且今天是一定要下单才可以去参与我们最后的那个大奖的抽奖。哦，好的。最后大奖有10份哦，10份大奖的抽奖，是不是很心动？赶快行动起来啊！那现在呢，我们已经把我们的这个喷雾礼盒放到了我们的热门位链接，大家可以赶快去行动起来了，赶快行动起来。那前面给大家介绍完了我们的喷雾，其实呢，我知道轩逸还有一件产品特别喜欢。是的。嗯，那接下来这件呢是什么呢？是什么呢？哎，我的江江青春游。哇，接下来这件呢就是青春游了啊。是的。嗯，这件也是轩逸自己代言的一件产品。没错。嗯，那这款你有没有回去用过？
当然有，它是我最近可能用的所有油里面最喜欢的一个，是我的心头爱。哎，而且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万能油。万能油，是的。哎，那这个万能油你准备怎么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它呢，其实它在我化妆的部分里面，步骤里面起到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就是我会把它滴在我的粉底液里面一起混着用。哦，就会更加的滋润滋养一些。是的，然后因为我每次带妆都会很久嘛，对对对，所以它呢起到了一个非常滋润的效果。是这样呢，可以帮助我们先把那个干皮里面的水分彻底把它封锁起来，锁住啊。因为干皮呢，我也知道，就是有时候化妆很麻烦。对，而且我还有一个地方是特别容易卡粉的，就是我爱笑。对，所以我就是法令纹这个地方，我经常都会把它。这不叫法令纹，这叫爱笑女孩的证明。我很有自知之明的。哎，没有，不要这样吧，这就是你的一个特点啦，就是我就是爱笑，我就是运气好，就是要给大家看一看啊。那这样呢，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去减少这种卡粉的一个现象啊，并且呢，基本上我作为一个油皮来说，这一款我也能接受。我和你刚好相反，我是那种传说当中的大油田啊，看不出来哎。因为今天你来之前，难道是用了我用了，我真的有用我们的这款青春油，然后并且今天在你来之前，我疯狂补妆，因为我现在脸上一直在出油。然后这一款呢，我作为一个大油田来说，正常很多人会觉得油性的东西嘛，大油田可能不吸收，但这一款的话，吸收起来特别的快。是的，真的，我都忍不住要给大家去演示一下了。来，既然这样，那我就打开它了。好，你可以滴在我的手背上，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一小滴好了。能看到吗？好，一小滴哦。它的流动性其实是很强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滴上来以后，它快速就流下来了，看到没有？这个油路的这样一个明亮的一条线，大家可以看，我们轩医师帮我滴在我手腕的地方，然后它立刻滑到了我手骨的地方，并且大家可以看到，为什么我说它好吸收，油性肌肤也可以吸收。滴下来的时候我们是细细一条，但是它现在呢就是会往两边扩散，它是自己可以扩散开来直接去吸收的。那我们这一款呢，你再稍微的这样去把它涂抹开，是不是完全看不到油腻的感觉，瞬间吸收，完全看不到一个油腻的感觉啊，真的是非常快速吸收。所以我说我作为一个油皮来说也是很好去使用这一款的。那像是我现在基本上每天不管是早还是晚，我所有护肤之前我先用的一定就是青春油。洁面完以后立刻用青春油，因为它还可以去帮助我们打通我们肌肤的通道，让我们后续的一些护肤品更好的吸收。比如说有很多粉丝宝宝会说，哎呀，为什么我感觉用了好多护肤品没有用。其实原因就一个，因为你可能已经是达到一定饱和，或者是你的肌肤通道是完全封闭住的。那我们现在呢可以用我们的青春油去帮助我们打通肌肤通道，然后来实现这样的一个快速吸收的过程，不管你是干皮还是油皮都可以。对，因为我一直在直播间跟我们各位粉丝说的一话就是，这款堪称为干皮救星，油皮亲妈，真的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哇哦！并且之前啊，就是我们公司啊，有一些工作人员就说，哎呀，从来不会被你们种草的，你们再怎么说我不会买的。然后就是发现啊，有一天我们就是自己在那边聊天，然后就说，你知道吗，薰衣代言这款真的很好用，我们拿回去以后啊，就是我这种油皮也可以用，然后你们说，哎，我是痘痘肌也可以用，然后我干皮用起来也特别好，然后回去那个同事咔自己去买了。但是我告诉大家，你之前买可能不够划算，今天买才够划算。是吗？对，因为今天有一个专为轩怡准备的礼盒，是我们青春油光芒礼盒，里面有青春油30毫升，再加上我们刚刚说的喷雾75毫升3瓶。哇哇哇哇！然后这些一起给大家，原价应该是1135元，今天只要885元，很划算啊，很划算。天哪，真的非常划算。那我们刚刚给大家介绍完，让大家去买，不能不知道怎么用，对不对？对。来，要不轩怡也就是去帮助我们演示一下怎么样去使用。好哦，那就是首先呢，但是我要打断你一下。哎，为什么？因为还有一位粉丝在现场，有3位粉丝今天幸运的来到了我们现场，赶快请出我们今天下一位粉丝，欢迎。哇，我们又一位粉丝来到现场了。大家好，轩怡好。哎。啊，他有点紧张，啊，他说想跟你先拥抱一下。来，开心吧？您正在卡油的，我跟你说。来，麦克风给你啊。那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好好说，很开心。然后呢？很激动，然后也很久没见你了。我知道。哎，有面熟，对，哇，经常会在我们线下活动中有见到他。哇塞，也参加很多。那有什么特别想表达的？等你。那个轩怡元宵节快乐，谢谢。哇，然后想对轩怡说的话就是希望你
永远不被任何人和事裹挟，开心快乐的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嗯，然后我们会永远相信你，支持你。嗯，陪你继续往前走。是，答应你。哇，我们都为支持轩怡一直做爱笑的女孩儿啊！今天啊，真的是很多粉丝来到现场都已经是，就是感觉他们内心小鹿砰砰乱跳，然后呢，表面上要强装镇定，然后一定要把自己想好的话，一定要对轩怡说出来。我也要先问一下，你是来自哪里？是北京的。也是北京的啊，那也是过来很方便。方便所以说，就是平时去追轩怡的活动追的也特别多。嗯，有机会就会想去看一看。哇，真怪不得眼熟呢。那像我这种不在北京的就没这种机会啊。但是我可以跟轩怡坐在一起，我有点在凡尔赛一样的感觉啊。那今天呢，我们这位粉丝来到现场，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轩怡要教大家怎么样去使用青春油。那今天呢，我们粉丝来到现场呢，刚好可以学习一下我们这个青春油的使用方法。OK。嗯，好，那我们就拿到我们的青春油来，我来帮助你们啊。轩怡可以就是给我们做一个示范，因为轩怡脸上今天有带妆嘛，所以说不太方便直接用油，然后呢就可以直接去做手势。来，我来帮你拿着麦。好，来挤，先是挤一点，我们一般都是4到5滴，也就是半泵左右，挤到手掌心。来，我也来吧。你也来吗？我也来，我也来。好，来喽。来，刚好分享了一整泵啊。挤到手掌心以后呢，我们要给它进行一个微微的揉搓加热。揉搓。来，合起来揉搓加热。其实啊，正确的方法呢，你要先把手给洗干净，对，先洗干净，然后呢，把脸洗干净，哎，然后呢，才开始滴我们的万能油。嗯，然后首先双手掌心，然后敷在我们的这个油上面，让它有点加温了以后，其实敷在我们脸上会更好的吸收。嗯，然后呢，再来就是搓一搓，嗯，然后用我们的双手。按压在我们的脸颊旁边，而且记住是一定要往上推。哦，往上推。对，往上推，让它有什么讲究吗？对，这样的话会让自己肌肤会紧致一点点，哦、会有提拉的感觉、嗯。然后呢，再来就是再按压一下下，嗯、上下两边也不能忘掉，嗯、然后把它按住、嗯，然后擦完了以后。其实呢，剩下的一些精华还在手上，对不对？对。其实我们会拿我们的这个小指，这个无名指，美容指，对，美容指、嗯、哦，美容指没错、嗯。然后呢，再把它涂抹一下，嗯、然后呢，按在我们哦我的法令纹这块。又要 Q 自己。对对对对，然后因为这个地方我是经常卡粉，嗯、然后所以呢，我会把它着重的在这按压几下，嗯、然后让它吸收。然后是。其实这里的纹。你是在问我吗？啊，不是不是，我也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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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抬头纹真的是已经是晚期了。然后就是把它完整的就是利用上。嗯，对。好，那我们今天挤出来其实也不要浪费啊，就是手上也可以涂一涂，涂一涂，赶快快速吸收。我们太实在了，我们太实在了，赚到了，赚到了是不是？毕竟这每一滴都是钱呀。今天呢，真的我们这一款啊也是给大家做到了一个优惠的。刚刚我看到我们现场导演给我举牌的说这款又降价了是吗？更便宜了是吗？哇、哦，785了！刚刚还跟大家说800多，现在只要785，在15号链接，15号链接啊！相信大家肯定先把手法学会了，对不对？然后有没有关注我们的直播间？一定要关注我们直播间，然后呢去注册成为我们的会员。稍后我们还有福利去抽送给大家， okay. 就是呢所有下单的人都可以参与抽奖。这样吧，我也不跟大家卖关子了，趁着我们粉丝在，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好吧？好。一个呢，我们会抽到5位幸运的粉丝宝宝，送这个75毫升的喷雾，直接送。Okay.还有就是今天就轩怡代言的产品肯定要送啊，这是什么？这个、okay. 你不然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好可爱，很可爱是吗？神秘宝盒，我知道，你知道，哎，是什么？青春油的便携装。哦，对，这个是青春油便携装，我们还会抽到5位粉丝宝宝每人送5毫升的便携装。哦，哇哦，铁粉真的是铁粉啊，肯定铁的不能再铁了，真的是轩怡是代言完以后你立刻去下单了，对对对，是吗？因为这个也是我买的第一款产品，咱们哇哇，很实惠，然后一买就买到了我们最好用的产品，真的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在我们直播间下单喷雾，或者是我们的这个青春油啊等等等，只要你下单了，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刚刚也跟大家说了奖品，对不对？一会儿就要给大家抽奖了。来，你刚刚用完我们这个青春油，包括你自己拿回去用完，有什么样的感受？嗯，就是感受就是我们这个青春油非常温和，特别好吸收。没有其他的这些油的这种油腻感，哎，对，嗯，然后就是没有攻击性，很温和的那种感觉。那小五姐有攻击性吗？啊，小五姐是老大，能打。看来也是把剧刷完，什么时候刷完？我跟你说，我前天刷完的。我
追剧一直点播。哦，跟我一样，一出来迫不及待就看完了。哇哦，看到没有，都是铁粉，很支持。还有准备二刷三刷。哇哦，可以。我中间有两天我家里面都买了胡萝卜，你知道吗？为什么？就是因为感觉你吃的很香，然后我就拿回去吃。对对对，有这种感觉，就看着吃的特别香，也觉得自己也来一根吧。是是是，也是看得出来我们粉丝宝宝现在也是很激动啊，然后用完这个青春油，然后自己也有使用，一直在支持我们轩怡，也希望你后面可以继续支持轩怡，然后希望轩怡对你越来越脸熟，会参加我们更多的活动。希望以后还能参加各种活动，尤其是咱们美帕的活动。可以可以可以，哇，很棒，很会说话，高情商代表啊！看来我们轩怡粉丝情商都很高。哈，那最后再拥抱一下吧。就是有这样高情商的啊？对对，就是这意思啊。伴随 idol 嘛。哎，对，那最后赶快再拥抱一下。好。给你们今天幸运的一天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辛苦了，辛苦了。元宵节快乐！哇，元宵节快乐！辛苦你了，辛苦你了，可以先去休息了，先去休息了，拜拜。哇，那我们今天啊，真的是这个青春游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享受感啊，让我们这位粉丝宝宝已经是满脸开始慢慢泛红光了。你看他下去又被其他粉丝锤了，你知道为什么？我知道为什么。别打架，别打架！没，他们不敢打，他们怕小姐姐打他。你知道为什么他会被锤吗？因为他给你拥抱了两次。哦，这还比啊？幼稚鬼！幼稚鬼啊！谁能比小五姐幼稚呢？啊，小五姐打架吗？在哪里？我去。哎，是不是我全都知道啊？那刚刚我们给大家介绍的青春游呢，其实刚刚我们展示的只是在我们洁完面以后的使用方法。是的。平时呢，我们也是可以混合着我们的一些粉底，粉底里面使用。建议跟大家说的混合粉底去使用，这样不容易卡粉啊。那我也是再一次提醒大家，吴老师护肤小课堂啊，一定要码住好不好？粉丝宝宝们一定要学好了。记得赶快 pick 起来，好不好？然后还没有下单的，现在看一下我们15号链接，今天700多就可以拿到了啊，非常的划算，真的非常的划算。那我们今天呢，也是给大家准备了这样一个福利，并且其实我们一开始说今天可能只有一款产品或者两款产品，就是轩怡代言的，我们下单了以后才能给大家抽奖。但是后来想轩怡都来了，就大方一点，所有产品随便你下单什么，只要你下单了都可以参与我们最终大奖的抽奖。哇！只要你是轩怡的粉丝，只要你关注了我们直播间，只要你注册成为我们店铺会员，都可以。哇，是不是想想就很给力？那要不再给大家去稍微安利一下我们的这款青春油，可能还有很多粉丝不太清楚啊。好，就是我们两种使用方法，一个是轩怡来告诉大家平常你自己和化妆师配合起来是怎么用的，一个是我会把它放在我的粉底液里面一起混合一起用，这样子的话可以保证一整天的底妆不会容易卡粉，也不会容易糊粉。是。然后呢，再来就是我们在休息的时候把脸洗干净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我们的万能油，让它保证我们补水补到满足，然后呢，第二天我们的肌肤也变得水光滑、水光滑、水光滑的。是的，这两种方法大家一定要码住哦，并且码住以后不能说我听完我过了，就像有人就是办健身卡办完就以为自己瘦了一样，不能听完就觉得自己过了啊，该用的时候一定要用啊。选择适合自己的喷雾或者是我们的青春油都可以去使用啊。那今天的青春油呢是在我们的15号链接，也就是我们轩怡跟大家说的万能油，在15号链接。那我们喷雾的礼盒在我们的热门链接，今天399，真的很划算。哇哦！因为到手是3桶，每一瓶相当于才130块，很划算，很划算，真的很划算啊！所以大家赶快去下单啊！哇，热门链接和15号链接，15号链接到手785元哦，只要785元，里面有30毫升的青春油，还有这个，噔噔噔噔，75毫升的喷雾，所以来到直播间的各位粉丝宝宝们，一定要赶快下单了。下完单以后还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你们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废话这么多吗？我在帮你们拖时间啊！我在帮你们拖时间，一会儿可以去抽奖。啊，是这样啊！对对对对，我在帮大家拖时间了，不然的话等会儿就是没来得及下单，然后抽完奖一核实，哎，你没有下单，那没办法送，就浪费了一个名额。真贴心。是不是？就是既然轩怡已经这么大方了，那我作为粉丝也不能就是小气嘛，就要把时间撑够了啊。好，今天就是工作的时间，我可以把它拉长啊，可以让轩怡先去休息，我自己一个人来都可以啊。快去下单，真的快去，不然的话等会儿没办法给大家抽奖啊。接下来要进入的呢是一个非常暖心的环节，我把这个环节其实是提前了，本来是抽完奖给大家的，但是我觉得给大家更多的时间，所以把这个环节先提上来。好，就是我们收集了没有来到现场的粉丝们一些问题，问题对，好，然后希望轩怡今天可以在直播间里面来回答一下。好哟，好哟，哦，这么多，
这么多问题，来吧，来看一下第一个问题。哎，轩逸每天都有时间护肤吗？一般是怎样的护肤步骤？我一般的话，其实我不管工作到多晚，其实我觉得我对我皮肤的状态还是挺严谨的。嗯，所以呢，我每次都会先把妆卸完了以后，卸得非常非常干净。嗯，洗两次，然后呢，再用上我们的万能油。哎，青春油。是的，然后才能安心的睡觉。是。对，早上起来呢，我的包包里面一定会有我们的美发喷雾。哇，天哪，这样就基本上一天会有安全感。对，都非常有安全感，就是由内而外滋养，就是里面缺水了，我用油补；外面缺水了，我用喷雾来补啊。是的。哎，粉丝们码住了吗？码住就行动起来。好，那接下来一个问题要关系到，就是我们轩逸接下来的一个动态了。2021年准备发行新专辑，现在筹备的情况可以透露一下吗？其实我是会有一段经历了过后，我才会有一些我想写的歌，或者是想表达的一些感受。所以呢，粉丝们一定要好好的期待一下下。是，那这次大概会用一个怎么样的曲风呢？嗯，会不一样吗？会不一样 ，rap 吗？你是在危险发言。你们猜，粉丝直接在问啊 ，rap 变得怎么样了？那一点点。一点点啊，那可以期待一下吗？可以期待一下。可以期待一下，可能下次就是再见面的时候，我就要强 Q 你来了。好，开个玩笑啊。Okay. 还有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斗罗大陆》了，因为这部电视剧相信大家最近都有在追。然后小选的第一部电视剧就是我们的《斗罗大陆》呢，已经收官了。对自己的第一部影视作品和小五这个角色有什么样的感受？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蛮。最开始他要播之前的时候，我还蛮紧张的。为什么？对，因为这是我第一次从一个另外的一个角色里面展现给大家，然后自己也蛮期待的。所以呢，我觉得我也是有在追，然后呢，但是我会很仔细的在看我每一个部分，因为我会自己挑自己毛病。所以呢，请大家给我多点时间，然后我会呈现很多好的不一样的作品给大家，要期待一下哦。因为前几天其实我也在你微博上面看到，说自己现在还不能算是一个完全的演员，是的，需要更加努力。其实我觉得已经很好很棒了。有小五的那种非常可爱古灵精怪的感觉在里面了。因为我本身在初高中的时候我已经有读过《斗罗》这本小说。哦，对，然后我在看的时候我也追。对，是不是很好？所以我会给我自己很大的压力。对，没有，已经表现得很好了。然后尤其是要去打人的时候，要去打架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很赞很棒啊。那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接下来这个问题我觉得有点咋了，一下觉得轩逸平时有痘痘的困扰吗？啊，有啊，就是带妆久了以后，谁不长痘痘啊？你不长啊？我长，我痘痘贼多。那我问一下，你一般有痘痘怎么办？我挤掉啊。啊，你一般怎么办？就是及时挤掉啊。虽然这个特别不好，会有痘印或者怎么样的，但是我会不爽。我会不爽它，就是那种强迫症，我脸上不准有这种不该存在的东西。是的，啪把它挤掉。你们以为会说什么？我以为你会说啊，我要这样去处理，那样去处理，这很繁琐的步骤，没想到就一下挤掉。不会，我就很直接就挤掉。记住没有？下次不要成为谁脸上的痘痘，看你不爽把你挤掉啊，威胁你，小五姐去打你啊。然后也要跟大家说呢，其实像是挤掉确实不是一个很好的习惯，但是。配合着喷雾一起用就还好了，是的，一定要注意清洁啦。其实，是的，挤完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喷雾呢，喷一下，因为我们说了里面有维生素 B5，可以加速伤口愈合，然后或者是湿敷都可以去镇静消炎。粉丝们码住喽，真的要码住了。好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新歌的，新歌《粉蓝溪前》啊，肯定大家都有听过，是不是？可以去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创作和录音过程当中遇到哪些有趣的事情吗？其实就是这个是机缘巧合的，我在飞机上面休息的时候，就一睁眼，然后就看到飞机外面的风景特别好，然后又想到其实我在工作忙碌的时候一直都是粉丝们在陪伴我，有时候会给我写信什么之类的，我会觉得说那我就要把这首歌送给他们，然后也那个歌词我也很快的就在飞机上面写下来了啊，我没有啊，我感觉就是眼睛里面开始没有，你真的是搞事情啊，哎，故意想看看你今天会不会哭出来。
刚刚也是跟大家分享了，就是有着带着对着粉丝的一些想念啊感受啊，去把它融入到歌当中，所以也相信这首歌特别能走入粉丝们的内心，这也是很多粉丝宝们今天会来到现场的原因。然后也相信很多屏幕面前的粉丝宝，因为刚刚我看到评论区里面啊，有很多粉丝宝说啊，我也想要抱抱 啊，为什么我不能去？来吧，来什么？来对着镜头，张开了双手啊，胸怀天下的感觉啊，然后粉丝们肯定能接收到这一份对他们的爱，相信他们以后会紧紧的跟随在你的身边。现在我觉得我帮大家拖的时间差不多了，差不多了，真的是差不多了。那今天我们所有已经下单的粉丝宝宝们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抽奖当中啊。那抽到的是什么呢？首先会给大家抽到的是我们的什么呢？江江这一瓶75毫升的喷雾啊，这是我们非常便携的一瓶。大家想想，你只要拿到了它，你就可以和轩一样，每天包里有相同的东西。想想就是距离轩一更近了一步。所以说，今天啊，已经下单的粉丝宝宝们，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最终的抽奖，我们会抽到依旧是5瓶，五瓶送出，哇。好心疼啊，我感觉品牌今天真的是大放血啊，但是可以的，应该的，应该的。那我们这样吧，我们直接刷屏，美帕轩怡美到底，美帕轩怡美到底，就是现在坐在美帕直播间的吴轩怡同学，是我美到底，美帕轩怡美到底啊，大家在直播间直接刷屏刷起来啊，直接刷屏刷起来。那也相信大家呢可以去把轩怡给大家的这份爱拿回去啊。那平时呢，轩怡就会用到我们的喷雾，用到我们的青春油，今天也是把我们的产品带到直播间来和我们的粉丝们进行分享啊。那现在就是这个，我们都说出了15之前都是过年，有没有对于粉丝的一些新年的祝福？那我就很简单，我就祝大家从明天一睁眼开始就天天的开开心心的。我觉得这开心很重要。每天都要开开心心的啊。那还有就是马上作为我们的这样一个元宵节了，是不是？是的。那这个元宵节有没有什么想要去祝愿大家的？那我就祝大家吃到的每一个汤圆都非常开心幸福，然后牛年行大运。牛年行大运，有一种牛气冲天的感觉在里面。是的。哇，我看到大家已经刷屏刷了很多了，这样吧，我们赶快来去给大家截图截起来。好嘞。好，那我们还是轩怡来帮大家倒数，我来帮大家去按截图。好哦。好，3、2、1，咔嚓，你看我又人工配音了一次了。来看一下我们5位幸运的粉丝，这次好像一屏看到了。好嘞。1、2、3，第一个刷错嘞，口令刷错了，1、2、3、4、5，哇，好的，我们请轩怡来帮我们读一下。啦啦啦的竹子是，然后 Betty-531 是，然后再来就是毛茸茸的锦鲤胖，OK， 然后这一位最后一个是吧？选第四位，这是第四位啊，这第四位，选 Betty， 对，还有第5位，然后小选选最棒，他中奖2次，两次很幸运啊，哇哦，但是好像今天是可以中奖2次是吗？30天内不能重复中奖，那只能转型。那我们就顺延一位吧，顺延一位。好，锦鲤欧爆。锦鲤欧爆，恭喜这5位，我再来帮大家重复一下好了啊。啦啦啦的竹子 ，Betty-531，毛茸茸的锦鲤胖，还有选 Betty， 还有我们的锦鲤欧爆这5位幸运的粉丝宝宝，可以看一下我手机屏幕上面啊。稍后呢，我会把我们的中奖信息统一去整理完，到时候大家可以在比如说明天中午的时候呢，去找到我们的客服进行兑奖就可以了。但是各位粉丝宝宝不要走开，我们刚刚也说了，还有一个我们的小绿盒，小绿盒里面有我们便携装的青春油的抽奖给到大家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去继续给大家抽奖啊。刷屏的内容呢不变，刷屏内容不变，依旧是我们美帕轩怡美到底，大家继续刷屏刷起来啊！刚好趁着大家刷屏的时候，其实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情哦，就是我们粉丝一般不是会去像是今天这种场合会来见到轩怡吗？然后有时候平时可能你工作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粉丝过去探班啊，去看看你之类的。那最近你有没有就是特别忙的通告？我感觉你现在应该是通告很满的状态，今天就是从外面赶过来的。哦，
最近是休息一段时间调养了一下，调养一下，然后才开始复工。今天是第一开工第一天、哦，今天开工第一天，对哦。天哪，今天开工第一天就已经这么辛苦了。那我跟你说，青春油今天回去一定要用啊，把皮肤养好。是的，平时包里面的这个喷雾啊，不要丢啊，喷雾啊在我们的热门链接，青春油在我们的15号链接，千万不要忘了，并且大家记得下单的时候要备注，轩怡专属。一定要备注，一定要备注啊，才可以啊。好，那后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工作计划，可以先给我们透露一点点？我今年的话会去挑战我很多新的不一样的领域。哎，对，比如说 rap， 这个也是一个啦，因为答应过他们。好，然后再来就是可能我会在编剧上面会有一些想法。哇。然后呢，会挑战一些新的不一样的风格。所以。大家要期待一下哦。哇，真的是要期待了，我以后会去每天看你的微博发什么的。的那我们接下来就要给我们的粉丝宝宝们去抽到我们今天的最后的这一轮奖品。还有没下单的吗？还有没下单的吗？不下单不能抽啊，不下单不能抽啊，赶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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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下单赶快下单了啊。来来来，我们五个幸运的粉丝宝宝可以拿到的是我们5毫升的青春油。来，准备3、2、1，截图。哇，来看一看。哎，有一位没有关注我们直播间。哇、哇，好可惜。真的。好，我们前面五位。小薇是仙女呀。恭喜。恭喜。然后就是 4-X、嗯。然后小星星。0831。比你牛的人多的是。哇哦。哇哦。坑坑悬了各悬很厉害。哇，恭喜恭喜这五位幸运的粉丝宝宝、okay。拿到了炫怡今天给大家送出的大奖，是我们的青春有5毫升的这样的一个包装，是便携装。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如果说你们之前没有提前下单的话呢，这次。哦，就没有机会了。就是你即使抽中了也不能拿回家。哇，这样吧，我们不然给大家网开一面。我觉得就是轩怡还在我们直播间里面的时间，大家去下单都算好不好？我就告诉你们，热门链接和15号链接，一个是我们的喷雾，喷雾里面相当于3瓶正装，今天还有130元的优惠券在详情页给到大家，到手价只要399，每一瓶相当于130，真的很划算。我说实话，我自己囤货的时候都不一定遇到这么低的一个价格。还有就是我们的青春油在15号链接，15号链接今天到手价是785元。785元的价格给到大家，并且在这一个链接当中呢，还有我们额外的喷雾3瓶在这样一个礼盒里面。一个就是我们面前摆的这些礼盒呀，就是上面印有我们轩怡美照的礼盒啊，里面打开来还有惊喜哦，还会有其他的明信片啊，虽然不是今天在我们直播间里面签名的明信片，但是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小惊喜在里面给到大家。就像我们2大瓶喷雾和2小瓶喷雾，每天都和轩怡用着一样的产品，想想就会非常的开心啊。那也希望呢，就是我们所有拿到产品的粉丝宝宝们都可以和轩怡一样，在新的一年里面啊，皮肤越来越好，对不对？然后一个呢是每天都很水润，就不要再是太干了，就不能再太干了，就是每天灯光照着过敏啊什么之类的，皮肤对不对？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补充水分一定要从基底也开始补，然后表面也要开始补，全都要补上才可以啊。那如果刚刚有没有抽中明信片的呢，在我们的礼盒里面都会有2张明信片，但是没有亲笔签名了就、哦、但是是2张非常好看的照片啊、嗯、一定要把我们这些福利带回去。那今天呢也是非常开心，因为我也在直播间看到了轩怡，这是第一次哦，不是第一次哦，之前有一次，但是我们擦肩而过。哦，擦肩而过、啊、你也没叫我，那没办法了。因为当时我们都在工作嘛，都在工作。OK OK, okay.。是在湖南卫视的某场晚会上面。OK, 我知道了。是。好。然后呢？下次记得叫我。下次记得。哎，轩怡别走，然后等会儿一群人冲过来打我们，是不是？那我希望后面呢，可以就是我能像其他粉丝一样继续见到轩怡，可以和轩怡有更多的合作。嗯。那也是感谢轩怡今天给我们粉丝宝宝带来了这么多的福利，请你稍作休息，辛苦了，辛苦了，辛苦轩怡。拜拜、哦。那我们接下来的直播还有福利呢，还会继续给大家保持住。嗯、那轩怡今天带给大家价格还要继续给到大家，即使轩怡去休息了，也会把爱留给大家的。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拜拜。好，轩怡先跟大家说再见喽、哦。拜拜。哇，辛苦辛苦。